今天要问你的就是说吼，一种芹菜啊，老师你捌讲过吼，芹菜呢用磷食吼，较悬呢比较较吼袂掉病啊，但是即下用什么款的肥料，爱喷什么款的药啊，较吼理想，因为伊拄啊开始学芹菜学无偌久，想要请老师甲伊教一下。因为咱真济吼，就是讲，尤其像即个叶菜吼、叶菜，咱拢啊，多数拢会真偏重伫即个啊，氮肥一个即个使用吼，啊，即嘛足正常，因为叶啊吼，要水吼，即氮素呢，当然是相当的即个重要，但是啊，绝对袂使甲伊放袂记住，就是讲即个磷钾呢，实际上是维持咱作物一个生长。啊，嘛是足重要诶，一个所在吼，所以咱多数拢会去消化吼，比如讲像即个以芹菜来讲啦吼，多数咱咧落肥诶时阵咧，比如讲你会当小较偏重伫即个氮稍微只要稍微高一点点就好。好、因为芹菜迄支棍嘛，真要紧啦，吼，伊过来就是讲伊啊，磷钾啦较高的时阵呢，伊通常这个抗病性呢啊，会稍微好一点点安尼啦，吼，所以这是咱伫这个使用当中吼，拢会较建议吼，就是讲啊，你诶上好就是讲卖单独干呐，互伊氮肥吼，这是咱伫啊栽培内底吼，这啊那是伊伫这个国产诶这肥料内底呢啊，五号吼，五号这种诶这个肥料呢，这通常。对啊，这个苋菜哈，对这芹菜来讲呢，啊，应该是相当的一个适当哈，这里叶菜类来对这个芹菜啊，以来用这物件，所以你也当来改用这个啊这种肥料哦，所以呢，对。有的人讲啊，我用冰晶呢，敢会使吼？这冰晶呢，就是讲伊迄个磷较悬吼，所以有当时啊，伊个你也是用这个平均肥哈。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哈，你诶，伊诶芹菜食到会较硬白，吼，就是讲伊诶起来呢，就是讲会稍微有一点点硬硬的啦，吼，就是讲较硬白，吼，咱咧讲诶，就讲较硬白，吼，食到安尼较硬，较硬串硬串哈，因为尤其你那是伫用后面呢，吼，这个较明显，就是涂骹无遐明显吼，但是呢，那用后面就足明显，所以一般咱是氮肥会稍微高一点点于叶菜类吼，所以一般伫这个蔬菜内底呢，这个五号吼，五号啊，尤其乃当用一点啊，这个特五号呢，其实效果会更好一点点吼，所以伊大概这个比例呢，16:82哦啊，所以啊，应该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这个的啊，芹菜这个栽培来对吼，等于讲你也是要去选择吼，选择这个比例来讲呢啊，其实这个比例呢是蛮好的吼、哦。啊，我有朋友讲啊，我呐用一束子啊，还是一盒啊，这胆较悬，这敢袂使会使哦啊，但是呢啊，伊就伤过头软丝啦吼，等于讲迄个枝骨啊就真软啊，真软呢就较容易来改这个掉病哦，所以这问题较大这個问题是安尼吼，这最主要伊比较大的问题是在这里啦吼，所以咱是希望讲透过一个较平均的一种这个培训吼，和咱的作物伊的尤其这个钾的这個部分吼，伊的抗性呢就会稍微好一点点安尼吼所以这大概是这个使用当中吼，就讲、是、你当个比较看卖者，当然有个人会讲我爱去倒什么肥，倒什么肥较好，倒什么肥较好吼。其实肥料吼、哦，这个比例哈、哦，比例呢，啊，过来就是讲伊的比例是上重要吼、哦。这比例难掉呢，这后边升温搁较好呢，有时候也没有无办法去看出来伊足够的这效果吼、哦。所以这个是比例是真要紧的，还这所在哈。这当我咱好朋友呢，伫这个方面吼、哦，小了解者哈、哦。另外一个就是讲，伫这个病害的这个方面啦吼，那是讲以这个芹菜来讲吼，这芹菜呢芹菜可能咱咧看到就是讲，以芹菜内底有几种的一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根腐病吼，这个以一挂这镰孢菌来改这个引起吼，镰孢菌引起的一个这个这种伫根部以下遐个呢。臭大头吼，这种足性这个烟卵菌吼，这种这根腐皮性吼，这类也是讲来臭呢，也是讲这个甚至连孢菌来改这引起的这拢有可能吼所以这种通常是无啥物较特殊的这药啊通好用啦吼，所以有房子啊，咱就是讲伫要种进前吼，那是较青地就无差，那无呢，通常会用一点啊冰克隆去改这个做处理吼，这事先呢，这个。
这个啊，经处理哈、哦，这大概呢啊是药啊，有的是讲的用这个普克拉门哈、哦，这类的这药啊呢啊来改这应用哈、哦，这大概是咱的啊，这个在北管理内底哈，可能会去啊去拄着哈啊，所以呢，这个可能较严重。再来就是讲啊、这个型菜有一个这个白锈病哈、哦，白锈病啦哈、哦，白锈病啊，这个白锈病哈、哦，就是含这个陆菌病哈、哦、这一类的东西呢。啊，伊是真类似的吼，啊，所以通常伫高湿的，只要湿度高吼，即啊，因为芹菜是热人吼，所以呢，伊迄个许钓钓时阵，有当时啊，就安尼白白吼，但是迄毋是白粉吼，迄是一个即个类似像即种啊，即个陆菌病吼，即类的一个即种病害吼，啊，所以咱咧用吼，大概就是讲病讲像。啊，你也当用这个福赛德，还是讲有这类的这用药哈？啊，甚讲也当事先然后这种物件哈，啊，因为尤其叶菜类哈，这叶菜类东西安尼哈，啊，伊上麻烦的这所在就是讲。当当你看到吼，特别有啊，吼，等于像安怎讲叫做当当看到的时阵呢，啊，这个已经得药啊，吼，因为咱已经看到啊，看到在迄个作物的表面是不是都已经有啊？啊，迄种菜就较歹卖啊啦，吼，所以这通常是有这款的一个啊，这个经营伫咧吼，所以那是讲会使吼，等于讲啊，你一定爱去了解吼，要安怎来解。啊，事先吼，事先的一个预防吼，这是一个咱伫栽培管理内底足重要的一个许吼，算啊，你咧用咧一定爱有这款的一个概念吼，就讲、是、啊，这个部分伫咧吼，啊，除了这个白锈病以外，即嘛呢啊，芹菜够一个这个疫病吼，这些苋菜的这个疫病吼，这即嘛嘛真严重。啊，咱知疫病吼，大概就是这个亚脱敏吼，这你也当用的一个药啊吼，啊，伫芹菜内底。有推荐有登记的这个药啊呢，大概就是亚脱敏啊。另外就是讲，迄个白锈病吼，白锈病啊、大概福赛德、达美芬吼，啊，佮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是啊，白锈病是虾米陆菌嘛吼，就含陆菌讲的，所以你也当用的药啊是虾米佛比巴克吼，这类的这个药啊。啊，这个达美芬也好，还是讲这个。啊，佛比巴克吼，还是讲新猛做塞安吼，这类的这药啊拢会使。啊，都是安尼讲到这个疫病吼，这含这个白锈病呢，其实因两个这个用药呢啊是同款的吼，所以你也当在这方面呢啊，这个用药上吼，这个啊差不多啦吼。啊，通常在即马吼，即马因为这个芹菜的一个疫病那从哪来那严重迄种的这个感觉吼，所以细长的时阵咱。那是都出来，通常拢会去甲抓一遍，即、这个普巴克吼、哦，用普巴克呢来解即个做一个即个处理吼、哦。啊，即普巴克咧抓时阵呢，啊、知啊吼，即、哦、必要的时阵，你就是讲你去甲喷吼，因为伊咧大概就是差不多是看你摕到即药啊是虾米款吼，即、哦、一般来讲是400倍吼、哦，因为。啊，咱真侪好朋友拢开买迄个罐拍吼，会感觉讲吼，即罐拍较好用。啊，那是普巴克内底66拍，即算罐拍吼，66.5即。即罐拍你咧用，啊，你也小注意者吼，即、这个即、这个长呢吼，算药啊，你卖个加重吼。其实那是伫阮的经验内底吼，即其实我不建议用400倍吼、哦。我讲是感觉芹菜，因为当时伊足细长的对吧？啊，所以你可能会当甲伊用差不多伫即个800倍吼、哦。啊，800倍吼，从安尼改金棒安尼吼，改做用我足淡的安尼吼，可以啊，因为遐药啊，平平遐药安尼落去啊，改洗哦有够淡哦，啊，这个效果上呢，当然得加真好吼、哦，这我是感觉讲啊，伫这个疫病吼、哦，尤其疫苗期吼，在、哦、啊时阵呢，这个疫病呢，啊，这通常是这款吼、哦，啊，其实芹菜这个药啊吼，这几支针头啊算的了吼，都像讲的这个。啊，普巴克对吧？啊，够一支佛比巴克啊，你知啊，买当用佛比巴克，但是你见面的佛比巴克吼，你咪倒了吼啊，碳酸吼，碳酸足侪人讲啊，碳酸得爱之类啊，得爱百克明吼、哦，这其实你碳酸啦，大概拢百克明呢啊，之类菜挂挂呢嘛，无偌侪钱吼啊，通好修行安尼啦吼，所以呢啊，这部分来讲啊，不啊，感觉讲这嘛是真啊真重要的这所在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像这个百克明吼，百克明，你应当然是可以的吼，但是呢，偶尔啦吼，你也当去加这个，并讲像代克利吼，这嘛是有这款的解效果的吼。
啊，这大概咱也去拄到这个啊，不合所知影吼，就是讲伫这个白癣病内底吼，这个形态内底去钓到这一挂这病害啊。啊，那是较老凉，比如讲你进较慢吼，进较慢一点点啊，这种的呢啊，伊有可能吼，这形态会钓这个白癣啦吼，白癣病吼，较凉一点点啊，湿度高哦，差不多这阵嘛，哦，今嘛来开始温度较无遐高。啊，但是呢，有迄个湿度吼，啊，这嘛就容易来改啊，来改一些三星啊，这个就重要吼啊，所以呢，这个白癣病啊，这有啊，一般来讲吼，从有个人会个特别去改，你较慢啊，即阵会个改补一下吼，补一下这个白癣病的一个这用药啊，白癣病吼，一支药啊通用尔吼，这个氟多宁啊，所以也无其他该有这药啊通好用吼啊，这当互你小了解者大概咱。所知影吼啊，即个物件吼啊，所以大概要用的即个困药啊吼，差不多即几支啦吼啊。我是个人是认为讲，你会当去啊，因为你啊，咱那是拄开始吼，拄开始咱咧学的时阵吼啊，不要怕吼，反正呢，即个物件来，咱唔免惊讲袂晓吼啊。上惊就是讲拢无爱去家己了解吼啊，所以呢啊，咱会当去甲即个药吼啊，算。因为这个形材吼，形材伫咱的一个这个用药内底吼，比如讲这个叶菜类，即伊是属叶菜类吼，叶菜类内底这个用药，啊，你去甲吹出来吼，即吹出来吼，啊，然后看伊是会去拄到什么款的一个这个病吼，啊，有另外个来有一种的一个这个方法吼，啊，即嘛呢，伫咱的一个这个这叫做。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咱真侪好朋友拢讲个药毒所，啊，有叫做毒物所吼，啊，即、這个公司也好，大概也去讲到即个毒物所哈，啊，毒物所的即个网站吼，药毒所的即个网站呢，啊，你去甲吹吼，伊个网页入去有一个植物保护系统内底，啊，伊也有一个即种。一个入去就是，即马即电脑足方便吼，而且伊有可能够一个即个啊手机的版本吼，啊你也当去看到啊，伊是虾米款的一个即个，啊伊也当根据做步去查，也当根据即个啊即个药吼啊来改做一个迄种药安尼啊，所以。有一个表吼，比如讲你即马改是毋是改啊，拄则讲的讲即个形态对不吼？啊，你得甲拍这个线材哦。啊，有当时啊吼，卖拍伤侪字啦吼，因为即摆即伊个设计吼，啊，怪怪吼。啊，你若是甲拍伤侪字，有无？等到你找卡无，比如讲你线材吼，啊，你就打一个线哦，啊，这可能呢啊，等到呢你吹吼，较好吹吼。啊，为什么吼？因为你插伤侪吼，伊会坏去吼。啊，伊可能吹无哦，啊，所以。你也当去甲伊吹出来，啊，吹出来了，伊就互你一个啊，这个相关吼，相关的一个这种啊，这个用药哦，啊，这内底伊也当用的这药啊，吼，大概就是那几个哦，啊，无几种通互你用啦吼，所以呢，啊，基本上呢，差不多就是巩固这个推荐用药吼，啊，咱也当伫这内底啊，巩固也一个这个啊，因为形材吼，这是形材，伊就是腺科的吼，啊，腺科内底伊就是。伊的一个即腺科作物吼，啊，所以伊有一个病害，啊，病害呢，它就会跟你列出来吼，白血病、叶枯病啊，即、这个啊，即、这个白癣病吼、疫病、炭疽病吼，啊，大概呢啊，即、这个你会当用是啥物药啊吼，啊，大概你得伫即个药内底得看会到，啊，当然佫有糖啦吼，对，毋是讲干那药，啊，你家算看卖啊者吼，反正呢用用嘛吼，啊，你摸家试看卖者，我感觉讲也还不错啦吼。啊，有当时啊，吼，咱咧啊，咱咧吹的时阵吼，啊，就很容易呢，啊，大家这个问题啊，因为咱都开始咧学嘛，吼，所以咱可能较无通遐尼啊，一个清楚吼，啊，所以咱较无遐清楚的时阵，咱当然呢啊，会当一行一行啊，看看来吼，啊，真紧啊，你第一个速度呢，你就会当许吼啊，就足紧去得到伊的，啊，伊出来吼，就包括甚至呢。有一挂糖啊，什么吼都可以啊，要用什么药啊？吼，比如讲芹菜有迄个固醇吼，有诶叫固醇，有诶叫固醇吼。啊，这个物件就是讲，可能这个
伊咧用的药啊，大概就是亚麦培、达特南、赛素胺、大概就是这一类哈、这药爱的甲你列出来，啊，咱就巩固这个药啊，会当用的啊，大概是几种，你伫自家家你就会当啊，巩固这物件去改这调配，安尼咧用的这个药啊呢，特别超出这个推荐用药这范围，因为即嘛未来咱做实其实还蛮讲究的哈，真讲究啦，因为这重要。所以这爱慢慢慢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油啊先给吹出来哈，面工咱先把这个油啊呢先给开一点点啊时间嘛，都开始你唔捌用过，你可能咧操作的这速度会较慢，还不要紧哈，但是你啊讲啊，我都年纪较大吼，这物件我未晓，无咱冇少年的哈，冇更加少年的哈，尤其。你若是讲有诶孙啊吼，足厉害，读国中诶迄种诶吼，国小五年迄个写写叫啦吼，你叫伊帮你吹吼，伊会碰碰号啊。你若是叫伊咧用电脑吼，叫伊去读册吼，那咧挂肉吼，你若叫伊用电脑查啥物吼，我会足厉害啊，骹手真好吼，即卖囡仔呢。但是即未来当然电脑嘛是因一个生活诶一个。必要哈，因为呢，这确实是一款呢，一个因为未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嘛哈，因为你如来如方便啊，做这物件，咱可能都无必要讲完全去记伫迄个头壳，你吹出来该印印的哈，整理出来有的人讲哇，这样也真麻烦，真麻烦，无你去较早讲迄个植物保护手册他们个植物保护手册内底，即、這个你摕到迄个版本吼，并讲啊不啊啊有迄个几啊十当前迄种上古早迄种，即马那印那大本啊，一挂药啊有改变有效吼，所以电脑呢是一个上方便的一个所在吼，所以即你当试看买下者，那是够上面款的即个栽培商吼。解决问题呢，可能对当伫咱节目内底进一步呢，和咱好朋友做解决参考的咧哈。